you. Get it? That's it.大家早安。今天我们谈的是台语的这个什么叫做美国的一些基本精神。其实我们谈这个的时候，都是要排除很多对我们这样的论述的一些误解。就像我这两天在看那个网络，有一些英文的网站也是。 外国人在台湾所参与的，啊，有的在讨论他未来情形啊。有一个网站，他在讲，他说有一个人就说他问很多他的同事了，他说如果你有选择，你变成中国的一省，还是你变成美国的一州，你要哪一个？他说他的同事超过90%就说那宁可做美国的一州。 那或许你听起来觉得说，哦，不错哦，好像是对我们的，对我们所做所为，好像也是有，接下来还不知道我们这个团体存在。我想很多那些人不知道我们团体存在，但是基本上他的内心好像比较靠我们这边，你会很惊奇，也会很高兴。但是话也说回来，我们也不是在走。 州的路线，美国有不是州，没有州，但是我们并不是认为台湾作为一州，我们不是这个论述，所以这些人或许慢慢跟他解释，我们可以把它拿过来，但是基本上我们不是一个州，而且坦白说，你作为一个州也不理想，州有一些限制，你。 台湾还是希望将来可以作为，有一天至少你希望你的子孙有一天他可以积极的讨论，建国的这个作业，所以你要走上建国的这条路，但是你作为一个州已经完全不可能。夏威夷是一个州，夏威夷就没有办法建国，阿拉斯加是一个州，他没有办法建国。 就是因为那个美国的那个南卡罗来纳州，在林肯那个时候，他说我退出联邦，他就拍桌子说我退出联邦，那样就引起南北战争，因为林肯说你不可以退出，宪法不允许你退出，所以今天的解释是，你只能。 如果你是一个州，你只能持续下去，你没有办法，所以就变成在美国的联邦体制里面，那是最后一个定位，没有再高一个定位，但是这个定位是死的。那我们来看关岛，关岛可不可以公投独立？可以。波多黎各可不可以公投独立？可以。它可以，如果它认为比较好，它可以这样公投啊。所以它有这个权利，因为这还不是。 美国一个州，它就是一个海外领土，而海外领土也考虑到它以前也有不同的历史文化、不同的发展，所以连他们的一些税制，还有其他的政府的组织也跟美国本土的不是州也不一样。所以美国就是有这样，像台湾是一国三管制，因为。 像我以前做补习班，你台北市，你要收的规，你到台北县不一样，因为它执行的不同。啊，你叫台南也不一样，啊，到哪里也不一样。我太太常常说，台湾一国三管制，很多事情都是没有一个统一的执行，但是你看那个法规其实是一样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以前在推行那个补习班的业务。 南部人来，他说：“哦，我可以这样，我可以这样，我可以。”什么公务局会允许你这样？哎，没关系哦。啊，我加盖嘛，啊，台北你加盖，他很快就给你拆了。啊，别的地方加盖，他不是，那个是同一制嘛，那个是每一个制度都不一样。所以美国就是比较没有这样，所以为什么美国没有？
为什么美国没有违章建筑？ 没有违章建筑到底就在于你小里的装潢公司大里的建设公司不管多大是台湾里那个随便那个随便卖马桶那个路边里的小店卖马桶他也做各种工程他也做各种工程他是不是有完整的一个执照我不知道好像没有 但是像各种工程就做你说我要再盖我顶楼盖好多宽多大那个不可能你没个公司你有一个登记的执照如果你盖那个的话他马上要查谁盖的谁盖的哦吊销你执照可能你还要关起来你敢做吗没有人敢做所以那个我跟林子生讲林子生说要了这个责任也要给里长 里长，你每天给我巡回，现在乱搞，那是你的job，不是在那里聊天，我们都有拨款，对不对？你每天给我干，你这里啊，如果有违章建筑，你马上要看到，马上处理。那你跟他们讲 ，OK， 这个表示会比较美国的那种制度，就是一国一制，我都是同一个制度，从台北到恒春，我都是同一个房子，对不对？应该是要这样做。 OK， 所以回到这个，像 Joe 跟海外领土的差别，这个差别什么时候来的嘛？好像你们可能看那个美国历史都是看，什么所谓独立战争啊，那个时候那个历史看的比较多。但是独立战争差不多100年后，他跟西班牙有个战争啊，叫做梅西战争啊，就是。很多人在抱怨说，西班牙通知那个古巴，就是一种暴政，用媒体的力量，用那个报纸的力量，就煽动美国人的情绪嘛。然后后来这个国会就说，那我们应该制止这个西班牙的这个在古巴的暴政，所以他就跟西班牙算账。后来美国不是派了一个很大的军舰到那个。 古巴去查，结果在港口就被炸掉，所以美国人更为生气，所以就派军队进入古巴，打了几个礼拜以后，就把古巴那个拿下来了，然后升美国旗嘛，占领了，就升美国旗。那后来那个军官他说，哎，这个旁边也有一个小岛叫什么波多黎各，好像很漂亮哎。 哎，我们现在闲着没事啊，美国总统说好，那你去看看，一两天就把它打下来了。后来他们在太平洋地区，就是又攻打西班牙属的那个菲律宾，还有关岛。关岛好像是1898年6月，好像是6月什么21号登陆，当天就投降。 关岛人都说你要来干嘛？他说我们要征服这个岛。他说那不要打，你要占领就占领，我们这里不要打，我们要过着我们悠闲的生活，我们不要跟你战争了。所以关岛也很快。所以这个梅西战争以后，美国就开始增加那些海外领土啊，他有很多那个海外领土。 这个海外领土要怎么管理？最早出现的问题就是，就是那个税，有一些进口商，他从波多黎各，他进口一些货品，美国宪法说，全国，那个税，进口税都是要一致的，他们说，那波多黎各已经是我们的，所以那个税也是一样的哦。 在波多黎各的美国官员就说我们要美国的税制来下去各方面买课税，后来这些有一些争执就闹到了法庭，到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在讨论这个时候，他说，其实古巴也好，波多黎各也好，他们长期跟西班牙就在抗税，他们长期跟西班牙抗税，而现在比起来。 我们美国的税在这里，以前西班牙的税在这里，所以如果我们的税下去，他们大概就会跳海自杀了。
这是绝对不行。 所以美国就出美国大法官就提出这个不同制度，他说那是海外领土是为何被民主，但是美国系统内的为何被民主，等于是国内国外的一个中间会是敌的，所以说他是国内呢，那有的时候他当做国内，但是有的时候他当做国外。 所以那个时候就一连串的那个大法官判决下来，那后来到今天这套法理比较清楚。反正就是海外领土它有自己的税制，它是独立关税区嘛。而我们台湾不是枪战后独立关税区嘛？独立关税区就是占领地嘛。这里也是从马英九到任何官员，他都说不出来。 什么叫独立关税区？独立关税区就是占领地嘛，你台湾就是占领，就是一个占领地嘛。蒋介石来，然后接受投降，这个就是占领的吗？没有，这个没有其他的解释。所以当初陈敏或是些宣布台湾光复节应该当场把他拖出去枪毙，那是战争罪，应该当场跟他枪毙。我想说，下一轮还要讲什么？你全部收回去。 就是因为没有这样做，所以你今天变成你国际地位展不开，因为你国内对自己的认知，所谓国内对自己的认知，跟国际对你的认知是相差太远了，所以就所有的问题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对不对？占领就是占领，占领不包括什么移转、什么主权，没有啊。那你今天要跟人家讲这个，你看。 你说这偷个搞到自由是吧？台湾没有主权，你提出各种证据，没有，他不给你的，天天就是维护台湾的主权。台湾没有主权，你怎么维护啊？台湾有的是高度自治权，没有主权，所以他们对主权完全不了解。那他说我符合这个要件，国际法的要件，其实。 四个要件一个都不符合，没有一个符合，因为基本上那个领土不是说我们今天由先生拥有这个管，那隔壁那块他的就派他的警察朋友去霸占啊，说那也是我的，所以我符合500坪地，所以我符合申请政府什么什么方案的补助嘛，这样可以吗？那不是你的。 那为什么会说是你？就是因为你说的，那不行。所以台湾，你现在，中华民国他就说，哎，这个是我的事，我是主权国家，我有这个领土，我申请国际组织，而国际组织就说，你那个领土过户给你的文件在哪里呀？拿出来呀！阿联基因的申请书给联合国，啊，基建，那你的分件在哪里呀？ 你领土过户给你，那你领土过户以后，把这些人民变成你的国籍，啊，你的台湾国的身份证样本在哪里？你的落款参数样本在哪里？没有啊，你没有那个东西啊，都是中华民国，那是什么东西啊？你不是说你是台湾国吗？东西拿出来呀，你拿不出来，别人国，不用看了，直接推荐。你那个信封太薄，不用看了。 你一定没有附上你的附件吧？连这个论点到今天，很多在台湾的国际法学者都听不懂了。我觉得美国小学生就听得懂，怎么会他们在这里一个博士都听不懂呢？这个多好奇怪哦！所以这个也是回到美国的基本精神，做事情很明确，不是马虎啊！你要把证据拿出来，我们常常。 就是说，美国有比较严谨的那个所谓证据文化，它是重视那个证据。那你要把东西拿出来，不是就是说你说说的就可以了，或者你隐私，它就是要看白纸黑字，你把东西拿出来 ，OK？ 然后，你说什么开了三年？啊，开了三年，哎，对不起，当初开了三年。 发布的时候，那台湾在谁的手里？台湾是属于谁的？是属于日本的，对吧？那你。
你说你是个承诺，怎么变成承诺？ 你明天来帮我耕田，我把我邻居的汽车送给你， 这个在法庭上可以成立吗？ 没有任何法庭可以成立。 我承诺你把别人的东西给你， 这是什么法理？ 所以所有的这个文件都是开了这个post，所以 所有的这个东西绝对不构成台湾的领土主权过户给的中华民国，绝对没有。而且你不相信我，你说有，你是台湾堂堂正正的外交部长，你说有，好，那你去告，你去告，我看看，你就是不敢去告，因为你去告，你马上输掉，绝对输掉了。那同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1972年。 1972年的上海公报通过以后，那个时候中国民国跟美国还有邦交，所以1972年的上海公报过去以后，中国人民共和国就在想说，哦，我现在是把这承认给中国政府，那我就是要把台湾拿到手，那你为什么不告？你在等什么？现在40年后，台湾拿到了没有？ 为什么没有拿到？我认为的，那你为什么没有告？你去法庭告。如果这个东西是你的，你为什么不去告？被人霸占，我告诉你为什么不告？因为台湾都是你的，你绝对输掉了。所有的律师一定有跟他讲，你台湾你去告，绝对输了。旧金山和平条约没有给你，台北条约没有给你。 还有三点或者三点，你不能构成一个主权过户，你用什么来说台湾是你的？他说对不起，你告这个你输了很难看，所以他们不告，所以今天他用什么？政治口水。你要看懂这个部分，这个有事美国我们用什么思考？我们用法理思考，用法理思考来破解一些问题。 你会看到另一个层面，就像这个层面，那如果东西是你的，你为什么不告？那你回答这个问题，你就知道那为什么不告，因为那个都是口水，不是真理的。OK， 所以我现在谈到美国的这个也有不同之路，为了一个海外领土，那台湾。 是比较复杂，因为台湾是美国有，实际上攻打台湾的都是美军亲历社，澳洲没有参加，麦克阿瑟他请英国报国卖兵，他要处理东南亚的事情，他们没有派。那麦克阿瑟的记录有写，中华民国有派军到台湾吗？从宣战。 美国宣战1941那个3月8号，美国宣战从蒋介石，我想起来，哦，日本打入台湾，一个宣战嘛，所以他直接就宣战，这宣战到整个战争结束，就我们有派军到那个台湾来吗？没有，一直都没有。 那美国为了台湾赔掉多少船只、多少军舰、多少人、多少飞机、多少火箭、多少子弹，赔掉多少？战争是一个庞大的债权债务关系。好，那请问，中华民国今天要把台湾说是他的，请问对你这个债权，他有处理过吗？他有协议吗？你把协议拿出来看看。 有协议啊，旧金山和平条约写得很清楚啊。日本旧金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啊，旧金山和平条约和日本一个协议啊。那台湾这个，台湾以前日本国企先把这个国企拿下来是美军的，这个是一个庞大的一个债权问题啊。啊，先还这个债权，马英九要还吗？台湾是属于他的吗？ 不可能，所以他要在国际社会，他要过，他要说台湾是我的主权独立，
每一次无形中, 卡住, 为什么卡住? 因为你欠人家钱了。 就像你盖了大楼都要付工程款, 那个地震事务所说, 地址成本不一定看得到，但是你我告诉你，你过不了户啊。 为什么过不了户? 就是后面工程款没付，那台湾的工程款没付啊，所以台湾知道的是属于美国有处分权，美国有支配权。而如果你没有搞好，你继续这样搞下去，那美国要给谁？那当然美国来决定。然后他们这些人都说，美国有什么资格涵我们内政？那我们反问，你国民党有什么资格干涉台湾的内政？你是外来政权。 你跟台湾有什么关系啊？这美国打下来的，对不对？这个就是客人都没有交融，这个就是回到这个基本精神，就是你要分析这个所有权，你从哪里去分析？连美国国务院40年来写那个有关台湾地位的报告，他没有我刚刚的那个分析的那个深入，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学过。 这些官员没有学过战争法，所以原始第一个问题要问的是先征服这个地方，先征服这个地方。所以对，在台湾日本军队投降，向联军投降，先领导联军是美国，以美国为主的联军，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接下来联军今天有存什么组织吗？没有啊。 主要占领权代表，主要占领权，后来主要占领权跟这个中华民国流亡政府1978年2月31日断交以后，马上就有一个台湾关系法，虽然讨论了4个月，但是台湾关系法生效的时候是追溯到1979年2月1日，所以是完全不空气了。 跟旧旗帜中华民国断交12月31日，跟新的制度开始1月1日是完全没有空隙。OK， 这里都是美国人做事情一个基本精神，他是完全是那个做的那个连接的很好的。OK， 所以我们了解，我们可以在美国制度里面，我们会有不同的，我们会有不同的制度。 所以这个对我们台湾电视要一个保障，我不一定是什么事情都100%要听美国人发的。他有一些法律，我觉得那个不适合用在台湾，那我就不要啊。包括宪法里面的东西，宪法里面的东西我也会调，我要的东西。我拿出来一些大法官的判决，大法官有判决，海外领土有陪审团吗？没有，不保障你陪审团，为什么？ 因为你有不同的历史文化，有的地方它做的陪审团跟当地人的风土民情不太符合。你要有陪审团吗？好啊，你自己通过你自己的法律。但是美国宪法那个人权法典就是宪法修正案第1条到第10条，那个有关人权的部分，那个不是说自动用在海外领土的。 它哪一部分自动用在海外领土？就是生命、自由、财产、正当法律程序这4个，这个都是要用。生命 （life）、 自由 （liberty）、 财产 （property）、 正当法律程序 （due process） 这4个是绝对有用，而其他的都有讨论的余地。美国人拥有枪。 每个人购买枪，有的就有登记，有的不用。台湾被承认进入美国体系，台湾没有人马上会拿来当枪 ，no， 你没有那个历史文化。那是美国以前在打那个独立战争，他没有军队，他没的，每个人就枪放在家里，他们在广场就喊着“英国来了，英国来了”，还拿这把枪掏出来。这个是他的历史啊，台湾没有这个历史啊。 对不对？所以你要说，我进入美国体系，每个人有枪的，美国宪法不保障这个在台湾领土，所以我们不要有这个误解。
其实在台湾很多的那个宪法教授， 他美国宪法，他了不起都告诉教育组织， 我没有看到他们写海外领土的组织， 所以连他们对于我们这个团体在做什么， 你可以说在台湾的美国宪法教授， 我敢说他们不清楚， 因为他们学的都是美国大陆地区， 美国50州的那套论述， 对不对？ 所以现在，美国也是，反正它有各种法律，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觉得要用，OK，我们可以把它改变过来，但是那个没有版权了，我们美国体系，我们哪一条法律要拿过来用，要修改，要做什么，哪一条州的法律，或是哪一个美国哪一个州的宪法，哪一个条文，我们喜欢就拿过来用。 这个没有版权的，我们就可以组织很适合我们的一套。所以，我们现在在台湾，就像昨天林博士说的，很多团体都说：“哦，我们爱台湾，我们为台湾提的。”那为什么你原地踏步40年呢？你原地踏步40年是不是有问题？而且，我觉得原地踏步40年已经太客气，你退步了，你退步太多了。 2.0那个稍微有点高峰，现在你都退回原点了，所以你什么成绩都没有，什么这些台独学者，应该给台湾人民权，应该跪下来给我们道歉。你什么都没有做，你成绩在哪里拿出来啊？对不对？你做什么事情都是要把它好好做，就像阿扁他把邮局改为台湾邮局。 你不能有机会给他改回来啊，你就是为了改变，台湾有什么你要法律的什么一套，以后是永远不能改回来，你自己设计嘛，反正你是律师嘛，啊，连这个事情都不会做，所以一下台什么事情全部反弹回来，连现在都言论自由都很容易，那你民进党做什么？所以就像林博士讲的，连蔡英文都在。 跟在台协会抱怨我们这个团体，而我们就发函回去，你在台协会主席，你有什么资格制止民进党？你有什么资格制止中华民国的任何政治团体？先生，你的政府不承认中华民国，你有没有搞错？你没有资格鼓励或者制止任何人参加一个不存在政府。 下面体系里的选举，中华民国宪法在台湾也不是我们这里的法律了。按照你每个人解释，这不是这里的法律，你怎么可以制止他？按照台湾中华民国宪法的这个选罢法的这个下面的体系来选举，所先生你错，欢迎你给我答复，签名林志深，就是这样发函给他过去。 好的，不看他怎么回答。哎，副本寄给美国很多官员，所以这个有时候他们真的想的不清楚哎。就像最近美国的那个公听会，你看那些人有一个国会议员说：“哇，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跟中华民国的那个什么老虎队啊，什么那个美国的海军啊、空军啊，还有大家一起打。” 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有我们听这个跟所谓中华民国在台湾有什么关系啊？他们头脑还停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实在是很糟糕。所以，我们怎么把我们的消息，我们这个把这个团体的消息，这个弄到美国去？我想我们唯一的方法就是开始办身份证，对不对？我们开始办身份证，这个他要赴约就是比较困难。 OK， 所以我们所有的努力和现在一步一步，就是要往这一方面去努力。当然，我们还有一些诉讼，那个11点多我们再谈。OK， 所以我们谈到这个美国基本精神，我们虽然有这个宪法什么，我们也是在做我们的基本的一个法规什么的。 但是我们到这个海外领土，
这个就有我们自己一些组织和什么的空间。 所以我讲这一段，就是要提醒各位，如果你请教一些在台湾所谓很懂的美国法律或什么，对于我们这个，他们可能不了解，没有研究过。那连美国本地的学者，他最多了解到这个海外领土的形成，这些领土过户给美国以后，是会有什么样的情形？连古巴那个例子，他也不懂，古巴是什么？ 美国打下来以后，后来在合并条约是西班牙放弃，没有说给谁，所以这个古巴的例子跟那个台湾有一点像。你大概到什么？有多少人在讨论古巴跟台湾？其实都很类似啊，谁打下来？美国。那古巴这个。 军队投降的时候，哪一个国旗上去？美国国旗啊，美国是占领全国。啊，在台湾蒋介石国旗上去，为什么？理由是什么？你问100个人，没有人告诉你为什么要把俄罗斯国旗升上去。我们说那是错的，那不对啊。在你期间是征服者的国旗上去，不是你委托代办的国旗升上去。 你是委托代办台湾，不是给你的，应该是美国国旗升上去啊，就把美国国旗就放在他军队的一些宿舍的外面啊。那这样子到了和平条约生效的时候，在台湾的在和平条约生效的时候，没有给中华民国，是不是？和平条约没有给他，啊，他的旗子拿下来，他的车轮拿下来，啊，美国国旗还在飘啊。 这个台湾地位有什么不清楚？清清楚楚啊！你如果按照这个正确的顺序，台湾的地位清清楚楚啊！这是美国的海外占领地啊，很清楚啊！按你顺序搞错了，你先生错了旗子，你先宣布了什么？这些人都变成中华民国国民。1946年1月12号宣布，所有人集体归还，那也是应该当场把那些人拖出去枪毙的。 把这家伙房间放毒瓦斯啊，就给他关进去了。那不可以啊，不可以，那是战争罪哦。战争被罪在尼尔大神的时候是什么判刑哦？那是死刑哎。啊，就是我应该拿去破他哎。啊，结果没有做，啊，今天就变成这个局面。台湾国际事务啊，什么事情都展不开，全世界对。 对这个地位也很不清楚，为什么？很简单，最受到原因，你生错了旗子，你搞错了效忠啊！你违反是效忠啊！你搞错了效忠，因为征服你效忠的是征服者，那有效忠谁的第三者？那不通哎！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这样来的。其实美国在1945年，就是美国34年，他。 9月就已经有兵在台湾了，他们应该直接给日军直接举办那个投降典礼，他就开始台湾不安定嘛，先安定1个月2个月啊，蒋介石就说你要来这里接受投降，你自己过来啊，我美国军舰就，如果你没有办法，你游泳过来也可以的，我绝不送你，你没有能力来，你没有能力治理耶。 啊，实际上是不是就变成这样了？他有来了，那他用什么方法来治理？很残酷的手段。啊，如果你能够不给他送来，他哪有机会？你要来，你凭自己的能力。这个就像妈妈一样孩子，你要做什么事情，你现在要买很好的跑车跑，你去赚钱，不是我给你的，对不对？你要学一点责任啊，对自己的责任。什么事情给你，那太容易了。 所以当蒋介石跟他们自己过来，他没有飞机，没有军舰，那就慢一点来。美国人慢慢治理，治理了几年，哦，慢慢他们过来，啊，就算移交给他们，就算移交给他们，那很清楚嘛，谁是主，谁是副，很清楚。那本来你就要模拟这种情形，你就会看台湾的国际地位是什么情形。OK， 所以我们要有这两个字。
我记得几年前，他们请我去什么？在美国是在台北的，跟我们有时候以前去台中什么富人社那些，我还做一些那个泡泡的。我们在介绍台湾的国际地位，大概在那个饭店好像有多少人？40个、50个，结果有一个一两个美国人，可能是外籍主管。 参加那个富人社，主要是讲我们那个华语，一两个外籍主管，他慢慢听我讲华语，他们会听懂。结果他就说：“哇，你讲的，我在台湾那么多年，你讲的才是那个逻辑是环环相扣啊，我会听得懂。原来台湾的情形都是这样，但是在座的好几位哈，我讲不到三分之一说。” 我不要听见的，站起来就走了。那个富人社，那个主办那个富人社，他说：“哦，他们都是男女。”我说：“那不是说你的文化不是说要随时自我检讨，要复习，要了解新的吗？不是我们去学华语都给我们做这个哲理啊。” 那为什么他不虚心听？哦，我帮不了。所以在那个团体里面，很多绿营当然他会慢慢听，但是那个蓝营很多都走掉了。啊，那个就那个我们富人社的那个头头，他还出来好几次，就说我听何先生来着，何先生讲他的，我们没有意见，我们只是提供一个场所给多一些人发表不同的言论。 但是我们不要制止他，因为他有不同的说法。那但是你看每个在座的几位，他们都不要，他们都不要，你们听不要。所以还好我们没有被赶出去，但是超差一点。这件事情也发生过很多次，就是他们不愿意，就是说如何你把所有的因素，台湾都碰到的所有的问题。 你把它都列下来，然后看台湾是什么样的情形，才会发生到这件事。你答案不是马上出来的，他们不要，他们就说：“哦，我受到不公平待遇啊，哦，被中国打压。”你翻过他这个，他很生气。我说：“中国没有打压你，是中华民国打压你。”因为他推广了一个假象嘛，你把这个假象拿掉，台湾很容易飞起来了，对不对？那现在。 哇，很厉害！中华民国推广这一套，四五十年，这些六十年，连民进党都完全支持他这一套，对不对？民进党就在中华民国的体制乖乖的参加选举，然后将来就算赢了，他希望各位作为那个中华民国总统，哇，这个就是表示国民党六十年的教育真的很成功了。啊，那蔡英文。 怎么对得起台湾人呢？对不对？所以我们认为说，你拒绝参加这个选举，你甚至你静坐在选举的场合一半，记者来都说，我觉得不是我的政府，为什么要选举？这个宪法什么时候包括台湾进去？不要讲东讲西，什么修正条文，那个又怎么样？第四条写得很清楚，你现在民主要进来，你必须通过什么？什么那个？ 大会，你必须有那个通过的那个决议案。二十四宪法第四条，你有通过吗？你没有通过，台湾不是你的，台湾什么时候是你的？你把日期讲出来给我听，我们去查证。你讲不出来，对啊，那你这个选举本来就应该取消，有正当性吗？对不对？这个教育要有的话不是这样，因为他们都听不进去了，从小就是被这一套，所以。 每次跟我有时候我太太，她整天听我这样子讲，后来有时候她参加一些团体，哦，他们讲滔滔不绝，哦，太多说，哦，我看如果要给他们教育，给他们扭转过来，那可能不是一两个小时，所以他就说，反正他说我没有那么多力气了，因为他有做别的事，对不对？他有什么力气去？ 三波杀手碰到了每一个人，而且他朋友有很多白领的，对，他要不去跟他们讲这个。
也有一个人的说法，有个白领说：“你早跟我知道我可以不要花几十万块来买一个美国护照，我早一点就可以办。”这也是一个说法，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不是每一个人的说，这是少数几个人的说。OK，所以我们我这种这个谈话的东西难得。 或是就是我站在这里，我作为一个美国人，我说的我怎么样切入这些话题，你可能可以完全了解，就是我谈这些问题就不是一般的这个台湾人或是台湾什么教授学者所谈这些问题的一个方式，我们用的是一个不同的方式，然后我们用的是一个带着相当挑战语气的一个方式。 平时台湾人，他们很奇怪，就是可以，他可以为一个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他会下去赌博，比如说，什么，现在买那个六合彩，什么号码，什么这些东西，就是号码出来不出来，这个又怎么样？他会在这里赌博，但是美国、英国人。 他也是赌博智慧，而且台湾人完全缺乏这一块。就像那个英国人会说：“跟接着鸟跑得好快，接着鸟我想世界上跑得最快。”他会发语言说：“我想不是。”后来我跟你打赌，然后来那个金氏纪录传出就是这样开始，就是几个人在酒吧在争吵，什么东西最高，什么东西最深，什么东西最快。 就是这样争吵，所以有这些编辑开始编这个册子出来，到今天那个好厚一本世界纪录传书，就是这样开始，因为彼此之间都是在争吵，然后就是在挑战。而今天如果你参加什么会议，李鸿禧在那里，你跟他讲，李鸿禧，你应该给所有台湾人民说道歉，你应该跪下来道歉。 还推荐这个烂东西做总统，哦，他们大概主办单位会给你赶出去了。啊，实际上你讲的没错啊，那是做什么？不然你讲的这一套台湾是完全错的，对不对？你带着我们台湾人往毁灭的路，不然还支持什么体制内那个选举，你对不起所有的台湾人，这样讲就给你赶出去。 问题是欧美这样讲是，很多我们说对你讲对啊，这些老一辈的头脑太低，早就那个扫出去了。我们做事情就是这样，你的挑战，你的余悸不行的话，就给他扫出去。所以这样子，我们这样讲，你从这个角度也看得到美国做事的一些精神上的那个，所以。 在上课，就像美国大学上课，这一批人都是，我主张这一方面，啊，这一批人都主张这一方面，就是这样争来争去。比如说那个老师就说，好，这里有多少人赞成堕胎？这些人举手，好，你赞成堕胎，你这边，反对堕胎，哦，你这边，好，现在我们来争论，你们先讨论一下。不过你。 你这个反对堕胎，你要问的那个部分是赞成，啊，你赞成的要问的是反对，这样出来的辩论要精彩，非常的精彩。美国就会做这样的一个课程的安排，你说那个会刺激人家去思考嘛？哦，那个是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很多事情你看他怎么安排。 他怎么安排？就像他的教育，或是他的一个怎么带动这个社会风气，也是这样。人家就直接了当说，某一个人好，某一个人不好。像我们有，我跟你看，我跟我太太，我们跑过很多国家，我太太留日，那他也去过瑞士一段时间，我们去美国好几次，我们去。 东南亚去很多地方，他一个朋友跑去印度、尼泊尔什么什么的，他有一次，所以我们
欧洲我们以前小孩子小孩我们去欧洲就住宿假什么的所以他就我们有一点点国际观嘛他就我他去年他就去参加那个花火他回来一天我说怎么样他说你不用去了不用去了我说为什么他说这个没有任何会吸引你如果你有跑国际的 如果你是travel在台湾这个这个地方那maybe你会觉得那个有一点吸引力但是如果你是去过国外看你身边的人那一点意思都没有所以他一句话我就没有去对不对因为实际上那不是一个那不是一个会吸引国际人士的一个排队排那么久为了看一点点什么东西他说我有一个表演表演什么东西 我觉得好像放屁什么东方那我一次花了多钱办很多东西的选举活动那花了多钱哦他们出来的广告都是说我们很会这个搞一个国际关系我们执政很好很好那他忘记告诉你是那个负债多少其实人家是就把他想把这个债权留下来给下一任的 怎么会这样所以我们有几个邻居你看你说我跟我太太什么样的想法我有好几个邻居你知道选举时间像我记得十几年前有一个小姐跑来跟我太太讲昨天你知道我跟谁握手吗冰雪公园他来我们社区了冰雪公园这个我握手我太太说那又怎样对不对<笑> 女议员又来当社区握手啊就是拜访拜访对那他的成绩呢那很简单嘛丁守中在位的时候他投妇女议题他投的比例如何妇女关心的议题他的投的情况如何我绝对不是说倒闭不好我也认识我也跟他谈话觉得很有趣但是我如果要 如果我是这个人要投他我要看他的成绩而不是说他跟我握手啊这个是多么愚蠢的一种判断标准啊你看你大概电视哦要每个市场握手就神经病就神经病那美国上亿人口那那那美国有这个风气那奥巴马到每一个地方去跟每个人握手那他握完手你 不要说是选举过了下下的选举也过了这个怎么有那个可能你做事是要靠一个成绩嘛所以很多人讲一套说一套做一套他说我很支持环保议题结果你发觉对环保议题的投票记录他都是投反对票这种事情很多啊台湾的报纸什么时候把立委市议员说的那个 他投票的那个记录那个分析报的那种我怎么要看到美国就是做这样的事情呢美国就是做这样的事情他把他们实际上把他们投的议题还有什么他的记录都把写出来这样子才是一个比较有智慧的一个方式来教导选民说你要投谁呀那同样的你碰到这个人的时候你也会提哎 委员你每次说你关心妇女议题但是按照那个记录你都是没有投妇女议题你会跟他直接理论这个比较有意思当然接着我们每一个就进入那个暑套我带我儿子有一次我太太去我儿子很小的时候那天放假马英九让台北市长我们去听他演讲 讲完以后他们在大家在那里握手握手就握手嘛我儿子离开的时候我说现在我一个礼拜不能洗手了他说对你老师跟你讲如果当这个大官握手又不要洗手小孩子可以玩这个游戏我大人不太需要但是看大人还是这样的心态 我想我们要提升嘛，所以你要了解
一个进入美国的系统, 然后我们有我们的地位, 我们有我们的法律, 就像说, 你进入我们美国系统, 那美国人在台湾是不是马上有投票权? 那当然也不对啊, 我们不会这样子, 了不起, 他在台湾有永久居留权, 他才有投票权, 这个才比较公平的嘛。 我们会有新的一个组织, 但是起码我们会有一些限制, 他必须了解这个地方, 他才能有这样的投票权。 但是按照我们公民权利法案, 按照那个法案里面, 当然不是公民没有投票权, 不过没关系, 我们是军政, 因为我上面有个美国军事长, 他处理那个国防嘛, 美国是, 那个 common defense, 美国是 common defense, 所以共同国防嘛, 所以一旦你承认, 被承认进入美国体系, 那你就国防给美国power, 林博士昨天也有提到这个, 国防给他power, 那以后, 我们省很多的这个麻烦, 我们能够有最新武器在这里, 最新武器, 最新飞机, 美国的设备, 最新还有驾驶全部放在这里, 那谁敢侵犯你? 没有人敢侵犯你, 要命啊, 对不对? 我这里到三峡海拔是几分钟, 对不对? 你敢挑战我, 这个不要命的, 对不对? 所以台湾将来按照我们这条路都是很安全的, 对不对? 这个也是我们考虑, 把台湾的国际地位弄清楚, 美国精神, 看好我们该做的, 让我们提升, 我们运用他的一些精神, 我们的教育的方式, 也离开那种死背的那个, 教条式的那种，真正做到一些启发的，这些老师不符合使用，赶快请他们回去，赶快请他们休息，或者他们会去中国去教啊，对不对？这个都是配合我们全体上配合美国精神，把整个社会给他释放的一个改造，那未来我们才在世界上有竞争力啊，每一个爸爸妈妈希望我们世界上 有竞争力，因为我们希望我们下一代可以有工作。如果我们这里没有竞争力，如果我们所有的工厂都移到对岸去，那我们下一代有什么工作呢？或者我们下一代要去中国以后，全部被洗脑，回来以后跟我们没有话题，这很危险，对不对？OK， 所以这个是简单的介绍，一些基本美国精神的态度，还有我面对话题，作为一个美国人，我面对话题是怎么样去分析，怎么样去讨论，所以就从这里也可以学到不同的角度。所以简单的今天早上现场到这里，谢谢各位。好，起立，起立。 谢谢，我们再次掌声鼓励谢谢我们台湾市。各位好玩哦，我可讲出来，你无摕到这个卡片哦，你即摆肯回答他，其实不少。